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多模态。那你看你刚刚在这边啊，我们他的对话就在下面这里，好，就在下面这里。那其实呢他也有三种交谈的模式，有没有？你如果希望他少讲一点废话，你就跟他讲精准一点。如果你希望他比较有天马行空的想法，你就选择这个。好，那适中就基本了。好，你就在这边打。比如说生成文字比较没问题嘛，我们就不用测了。但是你要他生成图片，你就告诉他，请你帮我。我都是比较客气的哦，有些人是很不客气的，没有那个。对，生成一张。各位你看一下哦，你有没有发现 AI 会帮我预测你讲的可能是什么事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打的时候，我们用手机的话，它只会帮你预测后面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里，它会帮你预测整句话哦，整句话。所以如果刚好正中你的下怀，请你直接按键盘上的 table。或按这个地方，有没有这样字就上来了？这也是用微软的它的就是特色之一，因为其他的 AI 没有这个功能。好，它会帮你预测你后面要讲什么字。好，比如说，请你帮我生成一张图片，什么样的图片？啊，比如说，接下来就暑假了嘛，哈，同学们放暑假。开心的跳起来，然后你想要插画风格，或者你要直接设定那个什么那个其他风格也都可以。好，其实说真的，我们 Copilot 用的就是微软的达一这个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 OpenAI 达一的这个技术，所以跟它是一样的。那他们呢目前都有过滤一些那个什么，就是有版权的，但是没有完全过滤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有版权的，比如说你要找柯南 Hello Kitty 都可以哦。比如说柯南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柯南电影中的同学们。好，我就直接按。那生成图片是它的基本功能，所以不需要怎么样外挂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不用怎么有外挂还要生成那个，不用。好，但是一定要登录账号才可以生成图片。来，你看有没有一次帮你生成四张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多模态了？哎，你看来了，有没有柯南全部跑出来的耶、这样好了吗？所以你可以想看，以前你去哪里找柯南，要画成这样子。可是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快就好了？所以你知道生成图片会让人家上瘾，因为大家突然发现，你只要出一只嘴巴就好了。好，当然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做商业用途的啦，哈。所以微软的这个生成图片，它就像这样，你就可以使用。那么它目前生成的图片呢，尺寸是1024×1024，那这个我们用在一般的萤幕上显示都还够，包括你是像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热转印的，还是你要做网页的、做卡片的，基本上都还好。那各位呢，这个生成图片你可以看到它的下方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它有告诉你这是由达一三所提供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到旁边有没有看到有点数？大家每一天都有15点快速生成的点数，好，所以呢，15点就等于用15次乘以4，是不是有60张图？那没关系，你今天用完了，明天还有15点。如果你真的今天用完还想再生成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只是生成的速度还有品质就会比较差一点，这样 OK 吗？那你今天没用完，到明天还是15点，不会因为你今天你省吃俭用，明天就多一天，没有，所以你就尽量用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
简单吧。好，这样第一个多模态就体验到了、哦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来试看看，哎，生成乐曲。我们刚刚在这边，我有没有打勾 Suno， 对不对？好，右下角这里我 Suno 打开，所以呢，我就请他帮我来这里，我来这里，请他帮我生成一首歌曲。好，那这个。好，我请他帮我生成 K-pop 的风格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我请他帮我生成这个。好，按下去。那因为呢，我打开它，所以待会儿你就会看到他会去找 Suno 帮忙。这样理解？如果你没有开外挂，他就告诉你我不能生成乐曲。你看在这里，你给他中文，他就会帮你生成中文歌。你看他有没有找 Suno？ 有，对不对？他会先给你歌词，好像这样先给你歌词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在下方这边就会有乐曲，有没有开始在生成的？在这边我们会生成一分钟以内的歌，所以稍等一下下，快好了，所以你们都可以试看看哦，哎，很快，真的真的。所以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 AI 啦。那到时候你选中哪一张做成马克杯，那就看你齁，因为没有办法无限量提供马克杯。我都已经做好了呢。来，我先给大家听看看好不好？这里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很快吧？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多模态的？一个入口就解决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先体验一下，现在 AI 的发展趋势会朝这个方向。好，跟我们入口一般的这个搜寻引擎是一样的概念。这样 OK 咯。